我们继续来玩热血吧。等一下，有感恩节吗？没有感恩节的话，就直接讲活动吧，不，直接讲时装吧。看起来是没有感恩节，好，那直接讲时装比较快。那时装的部分的话，来下一个吧。那啊，娘喂，这个是跨府经济第一哦。那这个是我们的夜魔天，哇，美到炸裂了哦。哇，超级美啊！你先看一下这个夜魔天。那再来，我很强调的聊天室啊。等一下。这边继续主线就 OK 了。然后这边点一下信件，我们这边聊天是不是就有人加我们好友了？笑死了！原来我们的聊天是有被看到的。这边我们就继续接主线，继续升级下去，就 OK 了。